好看了好看了啊，女王之争呢、啊。他们分别是不想再听到调侃二字的万妮达，以及17年唯一的女战士 Vava。 OK， 那么首先出战的是万妮达。您把他视为强劲的对手吗？Why not？ 他舞台很炸。那您之后的舞台会放出什么秘密武器吗？没什么别的，享受每次舞台，放开玩，就现在。因为我喜欢 Afrobeat 这个音乐已经很久了，我想着正好第一场嘛，我想来展示一下我最近在做的一些风格。明江江水都流向流向长流的海，外可以孤立能所愿，带上希望而旅行。挑米采香的困难会不会比他孤山高？谁知花开又花落，工作不用担心我。我买着比大多数人都穷的不自可丧傲的 storyteller， 前途世界孤独的画家，真是用了出卡了出卡。我让过去的自己只留在安静的白马河。莫问前尘，莫问归期，如三月的水仙花。King Charlie, King So So, King Day Day, King Coco, King Charlie, King So So, King Day Day, King Coco。江外中，你把江外中，江外中，你把江外中，莫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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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莫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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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高级高级，他把方言那个调融得特别好，出乎我意料，但是也就是证明了他确实在音乐性的包容度上非常的广、是，但是观众如果听不懂这个方言的话可能会吃亏一点点、